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我要让巨龙体会他们自己的力量，撞破鳞片，刺入血肉，绝不食言。 全军出击！ 我们的鲜血会浇灌同一片土地，而我们必将血战。世界在动，天界止步不前。 怎么又是狐狸挂衣？狗头人中的狐朋狗友。我看到的是战争，但在大地上的所见。我踩住剑，完了，眼儿掏白了。我以为我带个扫描呢。 想闪现杀小黄毛的本来，我踩住就炸！我今天我必换你，永不言败。 你一个 ADC 打一个辅助应该没啥问题吧？你 Q 呢？你没 Q 吗？哎呀，真废呀！让辅助寒冰给杀了，在麦田面前躁动不安。 我操！我踩住就炸，跟我打！站起来，再给我打一场！小小 ADC。 战争之道在于亲近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我活在一座山峰的阴影中。 你出去呀、啊！你跟我搁这里干啥呀？走！你出去不是你的兵去。万物都会坠落，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 杀你！全都是将死之人。他跟你叫嚣，这我得回家了啊！这我可管不了了。
啊，这我可管不了。复仇，这我没办法。是寒冷，处理高山的我并不需要。你的，你是不是你的，我也管不了。至少我能以凡人之躯赴死。我来了，小黄毛是吧？哎，吃我车！战斗下去。千百次，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那EZ来了就算了。你不用在这抠了，我搁这儿呢，我让你看一眼行吗？只不过是我们的道义。就把这个眼儿给他排了。我并不争先，这么谦让呢？超越。别急啊，这波打野可能再打红。看着没？常打完，但我打不过他。刀剑相撞。那声音曾在我耳畔逝去。他聚中了。几个人啊？这不是你的天神等着我踩住点燃就砸。哎，绝杀！啊，绝平呢？啊，绝平呢？啊，绝平呢？哎，绝平呢？踩住平呢？发一刀绝平呢？绝平呢？绝平呢？还给我在那吸吸啥呀？把这眼儿排了呀？荣耀褪色，化作血痕。利刃穿身，我仍毅然前行。咋的呀？我那里头有眼儿。翻过一座山，那就高过一座山。哎！回家了。出错装备了咋整呢？那就星石吧。将错就错，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我曾一诺千丈，不可再度攀登。在 BGM， 要一个呀。我来了！
下路来一波。好一下没有有视野，没关系。我直接闪现踩出就炸剑平 A。哎呀！小黄毛居然闪现了。来一个破败，哎，为啥不让我撤销了呢？我啥也没干，为啥不让撤了呢？我还要死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下路也无，上路也无敌了吗？我来了，我踩出去炸剑平 A。你说这克烈配个蜘蛛，要是越人家塔，是不是就没什么办法？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。蜘蛛一般配鳄鱼更好。首先，克烈，首先蜘蛛先扛塔，先给你捆那儿，晚上一个飞天。给晚了吧！上，好意，踩住平 A。哎呀 ！DF 二连，好激情！我踩住剑平 A， 好意！我扎！你是不是觉得你能活？我扎！怎么的？过来，克烈，踩住 ！Nice！ 啊！让他砸死！谢谢被主播暗恋的帅波的摩天轮，谢谢啊！感谢，今天我们双倍亲密度。我本以为我的钻石粉丝啊，直播间的钻石粉丝可以从100涨到115或者是109，最起码涨10个吧，是不是？我没想到开完钻石粉丝以后，昨天还97个呢，今天变成了92个。我们百钻主播的称号可能就要没了。我不明白斗鱼接下来会怎么看我。人们呼喊着所有的力量，但我知道我们百钻主播
要没了，我也尽力了。别追了。1525。他们明白了吧？每次战败，这座山崩，再也追不上。啊，黄星云！猪就咋越贫呢咋给我吃个车呀，我看来得回家出破败了。身后有一座农场，先吃个红。火炉上是否摆满面包，也不知我是否你这个 ADC 想要红 buff， 那我给你吧，也不算玩的太菜。如果他们杀死我，至少我以亡人之躯赴死。把红还给螳螂了。人若品尝过神的乐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了。狗头银，我上路想必得干他一干了。世界在动，给我杀的。天界止步不前。踩住剑平呢，平呢，平呢 ，A 加八。平给踩住，哦呀，这，我操，五杀了吗？这不，来个夸抓 Q 吧。喷塔 Q 肯定是不行了，给我推个塔，我差点钱，正好魔宗了。谢谢零度106145，该我了吧。
行。无所谓敌人或盟友，全部将在天上，我的地盘又灭大了。我先杀个寒冰。啊，救救！克烈不在，你们四个就是弟弟。我现在都不要队友，队友全部挂机，我们都能赢。50秒以后基地爆炸，我现在可以玩会儿小游戏，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往那儿一待。踢着上不去呀，你说这踢的。已然前行并不等同于逃避与犯下错误。双飞给我加12了，呵呵，再等90秒吧，但不行了呀！哎，打个大龙一波了，不墨迹了，等不了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啊？啊？克烈必须得狂一会儿。我这眼儿塔的怎么样？我这一个眼儿，他随便挑，你知道吗？